你这样沿途都不会害怕吗，师姐？太亮了，太亮了，紫心，太亮了。你要，你要进去里面录啊，里面比较有感觉。我朝中，哦，别走路。那我把摄影机给你进去录好吗？我不要。为什么？你不是不怕吗？佩云上来了，我佩云站在那边的头头，在这里不能讲。在那边去看那个山神土地啊。快点，佩云。好。那个我们 Sky 带我们进去最阴森的地方逛一下，三间房子都要进去。好，我们跟着 Sky 大师走。关灯哦，不要不要开灯，开灯开，要到里面哪里要看什么镜子。哦，你的衣服反光好严重哦。真的吗？没关系，就这样吧。好了，我们来这干嘛？来这边看看人家废弃的红瓦，看不到就好。废弃的房子。好，我们开个略微补一点光。这还有水表。要进去啊？应该以前是这边有人管理的。嗯。嗯。嗯。那个我们 Sky 说这里的确有一些磁场在。它的地上都是废弃的，要很小心。这个是没有，就是地板找你们。刚才你们都有走进来哦？没有没有。你是因为要拍所以特别走进来？对啊。哇，真是镜子啊。好，这瓦片都掉了。对啊，还有路吗？很早期的，然后你要面对这里介绍啊。这都很早期的啊，是这应该一阵子废弃一阵子的，你看树都进来了。嗯，这都很久，应该是没路了。嗯，没路了，这也进不去了。这边就没办法走了，主要是这边就是一个后面的土下来了。对啊，它那个上面应该都是整个已经。当坍塌下来的，哦，都坍塌了哦，嗯，就是从上面坍塌下来的那个，或者是他们有稍微，来从这边走出去啊，走不出去，走得出去啊，对啊，这样出去就好了，只是是出去跟外面有连嘛，有啊，那就是一排的早期应该是在这边管理的吧，啊，帮忙树，哦，都长进去了，对啊，树都已经进去了，啊，应该很久了，那应该是好几年了。后来那个什么事情都有瓦罐，瓦罐来这里啊，瓦罐啊。所以这不是，这应该不是那种简古的瓦罐，不是啦，不是啦，简古的瓦罐是亮面。哦，这很有感哦。哦，这里啊，不是，这不是简古的，这不是啦，简古的口不会开这么小啦，那个是专门在做酒，头骨都放不进去，做酒或者是酿什么的。对啊，嗯，这可能以前人留下来的酿。这个如果是这个大概800块买得到。对啊，那可能做什么酱菜啊，或者是酒类的。哦哦，有狗。狗。狗来寻，怎么会有人跑来？他们应该也是住这边吧？哎，欸，其实这个这样拍很有 feel 哎，欸。对啊。那，啊，像有些地方还保有这种地方，要看到要特别去找。哎呀，收费100，现在收费停车，他们停车是都停这里，机车50，然后这已经剪完的，啊，哇，画面忽然雾了，代表有无形的干扰哦。好，各位先到这。完整的内容，请加入会员。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哦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就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